話就係一個人嗰個間接嘅話，係兩個人一齊，我有一種團團氣嘅感覺。一個人就係唔係冇得收入嗰啲，就係、是、都係太子功能輔助。係，但係兩個人係有啲商量，就容易一啲。而家問題唔係一個人解決，都係三四個同學就可以做到呢個模式咧。咁啲三四個同學一個問題，點解會話好難？點解翻到去話一個人咁啊？做完之後，嗰樣嘢如果成功嘅話，就有滿足感。